肉丝葱花鸡的面，保准你爱吃。嗯，真香，放那儿凉凉啊。他们还没有回来，他们上班去了，说是有我在，他们中午就不回来了。说的对，清静，少烦我。外婆，我们吃饭前先洗洗手，我帮你擦一擦。嗯。来，擦擦手。猜猜，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东西。那当然。是外婆留给你的。什么呀？打开。外婆，就这点东西了，其他都没了，外婆就留给你了。不，外婆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他们吵啊吵啊，就想吵出这个东西来，我偏不给他们，就留给我的子子喽。外婆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放好了，别让他们看见了。你外公啊，留下了32根金条，30根呢，交工了。留下2根，一根呐，自然灾害的时期，我托人偷偷的还了钱，不少啊，没让你两家人饿着肚子，也给你呀，买了一包一包的玉米面，熬了一碗一碗的玉米糊糊。这一根，我看着，谁孝顺就给谁，也不忘这金子的珍贵呀。外婆，我不能要，这是胡家的财产，你还是留给舅舅吧。子子，你不要把这根金条看作是钱财。那钱财呀，就像过眼云烟呐，你要把它看成是一颗女人的心呐。这女人的心就跟金子一样的珍贵呀，明白外婆的意思吗？要记住，这女人呐，一辈子别把心给贱卖了，也别把心自个儿给揉碎了，它珍贵着呢。外婆，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外婆，外婆。外婆说的快不行了，她要去医院。我知道了。你妈呢？怎么还没来？现在你指挥，你做主，怎么操办呢？按医院的规定办吧。妈，我去找辆车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
殡仪馆的车来了，好妹子，别哭了啊！妈妈真伟大，临走还不忘把干干净净的房子留给她儿子。妈妈。 去我们去广州啊，争取一个月就把技术学到手，回来就开店。嗯，我努力吧。哎，那投资呢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去找老妈。老妈呀，最怕我没出息了，想当小老板，再当大老板。哎，你看我姐吧，八大毕业的，都被打发到乡下去了。咱们文凭就得靠自己努力赚钱了。 真好玩！你干嘛？啊！裤衩呢？裤衩！哎呀，乖乖，自个儿找找嘛啊，自个儿找找啊！我找不着。啊，你能别老看动画片行吗？我求求你，快帮我找找！哎呀，我来了嘛！ 来了，什么找不着了嘛？我有七条裤衩，一条都找不着了。你有七条吗？啊，那我在这儿呢。那，给你。你没洗呀？我从来不洗衣服的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明天我拿回我妈家，让我们家小保姆洗就好了嘛。 那我今晚穿什么呀？啊，你别着急，等等啊，等我啊！爸，借你条裤衩用用。什么？裤衩？嗯。子子，你不要把这根金条看作是钱财，那钱财。 就像过眼云烟呐，你要把它看成是一颗女人的心呐、啊。这女人的心，就跟金子一样的珍贵呀、啊。要记住，这女人呐、啊，别把心给贱卖了，也别把心自个儿给揉碎了。 阿纯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怎么又提结婚啊？你还能想点别的事儿吗？我们都好了很久了，怎么还不结婚呢？这算什么事儿吗？燕珍，嗯，我刚上班，结婚不太好啊。
冠川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结婚啊？我妈都问过好几次了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你妈这不听党的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人家现在提倡晚婚。可人家不小心怀上了吗？啊？怀上了？嗯。怎么这样呢？那你关大侠可怎么办？睡觉吧，我明天还得上班呢，早上。韩胜，我托你的事情，你得抓紧办呐！你赶紧把关纯和叶子的离婚手续办下来，这不是催着登记结婚呢。哎呀，妹子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。你不知道啊，那头不离，这头就不让结，结了就是重婚。重婚就是犯法，这不行了。那有什么不行啊？我说你呀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是不是太没用了？哎呀，妹子，这结婚可以走，这离婚不太好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说，这走后门也得有规矩是吗？办事员一定要当着双方一起到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一方不同意，这个手续就办不下来，这个婚就离不了，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是吗？是，不大好办，不太好办。韩生啊，我看你这个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当的也够累的，这点小事都办得这么困难，我真是高看你了。买票了吗？有票吗？买票了啊，买票了，买票了啊，把票都拿出来我看一下，来，票呢？这是我干女儿，长得怎么样？哎呦，还是八大中文系毕业的呢，是个美人儿，又是个才女。这孩子呀，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人可好了，可知道关心人了，就是到现在啊，还没个男朋友。阿姨，照片放这儿，这事儿啊，包我身上了。哎呀，那可得谢谢您了。那我去取药去啊。哎，哎，阿姨啊，军人怎么样？军人，正团级军官。哎呀，那感情好，好。那这事就交给您了啊，您放心吧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下一站同源路啊，同源路到了啊，有没有下车的？算了，我真买了。你说，开玩笑，为了五毛钱，我至于吗？啊，那我再买一张，我可不想当个逃票的名儿。好吧，去哪儿啊？八大。你的票，你的钱拿好了啊。哎，薛班同志，你托找了五毛。
留着给你孩子买糖果吃吧。我还没结婚呢。是吗？儿子，把牛奶喝了。冠春，你必须亲自找义子一趟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必须让他亲自给你回来把离婚手续办了。妈，这太过分了，我说不出口，我不去。你要不跟叶子离婚，怎么跟卞真结婚呢？妈，我不想跟卞真结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说啊。那就跟他妈直说，我已经结婚不就完了？你已经结婚了哈，知道自己结婚了。啊？那你干嘛还跟人家黄花闺女上床？人部长的千金是你想睡就睡的？哎呀妈！你想怎么样？你想鸡飞蛋打？你想别人起诉你流氓罪对吧？什么流氓罪啊？我怎么了我？你别跟我装！既然这样，那你现在就出发吧，打起背包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翻起连山跨黄河去为祖国找石油。那怎么办？你要不离婚，只能去找石油。妈，我怎么了？你干嘛老这样逼我？你干嘛这样对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还真得必须得找叶子好好的谈一谈，而且要做的干净利索，不能让卞君母你知道，听明白没有？爸，我不明白，我都傻了，我不明白。你傻？你聪明着呢，你知道留在巴州比去戈壁滩舒服多了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傻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事我们做的是过分。是对不起人家叶子，我们可以给他补偿啊，只要他提出来，能做到我们尽量做。妈，人家叶子，她不是这种人。我知道叶子是好姑娘，既然她真心对你好，就应该果断的放了你，太自私，那叫爱情吗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妈没别的意思，妈真的是只想叶子将来过得更好，她悄悄跟你把离婚手续办了。他不说谁知道，在别人眼里他还不是大姑娘吗？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咱们这也太欺负人了。是，我们是欺负人家了，那怎么办？你想留在城里，留在爹妈身边，只能这么做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。好好想想。你说。人同学还跟我叫关大侠呢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还关什么？哎呀，什么事儿？是没事啊，好好想想吧。再见啊！再见。再见。叶子，对不起，我要向你道歉。我是怀着沉痛的心情给你写的这封信。我不想和你分开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是我妈逼我们离婚的。她这是棒打鸳鸯两分开，她这是活活拆散了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她要我们离婚，叶子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请买票了啊！售票员同志，买票。是你啊？还去八大？哎，去听课。还是个知识分子啊？
谁还没买票的，请买票了啊！售票员妹妹，如果你没有男朋友，我们谈谈好吗？这人不错吧？戴眼镜的俊哥，我喜欢。你喜欢个屁！嗯，不错。我每天在樱花公园湖边等你，从东数到第49张椅子等你。真浪漫，比你叶子灰风流。这有什么浪漫？你别老拿我跟别人比。快念念，听着舒服。念。局长，快进来坐。啊，可以进来哈。当然可以。啊，局长来了，怎敢不请呢？正忙着呢。你可以不来，但我会等你到永远。听听听听，等你到永远啊，多痴情啊！胡说八道。嫁人不要嫁给别人，就要嫁给这样的好男人。局长，您的大作还没有拜读完，真不好意思。不过能感觉到写的是诗意盎然，行云流水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过奖了。工作上的事儿我还没有来得及向您汇报，去采访之后我已经把这出戏的小样给搭建出来了。不过因为我之前没有写过戏剧，所以写起来总觉得摸不着头脑。不，你不用紧张啊。我这次来呢只是随便的做一做。的确创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别人没有这种感受，可是我有。王星，王星，你动真情了？我这是为了你妹把自己都豁出去了。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意思。你说清楚谁是狗，谁是狗？我不跟你吵了啊，去还是不去，你拿主意行吗？这是一点点心啊，你吃着玩，吃着玩。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别客气。谢谢领导关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行，我就先去了。我还没给您倒水呢。不要喝什么水？不不，别客气，你忙吧啊。那好，崔局长慢走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去还是不去？说话。哎。人家等着想见我呢。去，得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就是去，怕什么呀？不过汉星啊，你可得答应我，不能让别人占你便宜。那我不去了。你别闹。我是怕人家把我当点心吃了怎么办？一点便宜都不让人占，我能防得了吗？我。要不然这么着，啊，小便宜行，大便宜死活不能让别人占了。叶祖辉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太拿我不当回事儿了，你。啊，怎么了？不是你吵着要去的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妹，你那么没良心呢，你。行行行，去去行了吧？我知道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去去去去去。说定了。定定定定。你来了，我在这儿都等了你3个晚上了。啊，真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，让你久等了。你还真是个温柔的女人。
姑娘，姑娘，傻样吧？我是傻，可是我心不傻。不傻，干嘛让我到这樱花公园第49张椅子这儿等啊？害得我好找嘞。你不知道，77-49，七巧之日，牛郎织女相会嘛，好事儿。总算渡鹊桥，渡鹊桥了。你笑的可真好看。啊，那我们走走吧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。我姓胡，名叫勇。哦，是胡大哥呀。我是不是看起来很成熟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你看起来挺年轻的，挺年轻的。你在哪儿上班啊？市三中教数学的。哦，是个大学生啊。啊，锦州师范大学毕业的。啊，胡老师的条件那么好，怎么没有女朋友啊？勇勇，叫我勇勇吧。胡老师真的很勇敢。是吗？我也这样觉得。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年轻嘛，所以一心就扑在工作上了。那你多大了？今年快29年0.6个月了。那也不小了。啊，胡老师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行吗？啊，坐一下吧，好吗？哎，好。小号只占小便宜，只占小便宜。你们老家是巴州的吗？不是，是黄石的。哦，那也不太远。那你在巴州住哪儿啊？学校给我分了一套房子。哦，真不容易，那房子多大呀？其实也就30平米一间房，厨房、卫生间都是公用的。不过将就一下，结婚是够用了。啊，是的，你完了，这个骚货啊，这回全完了。你可真漂亮。啊，不行，我就喜欢矜持一点的女孩。那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不急，我不急。你不急，我急。我，哎呀，胡老师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不是我自己跟你搞对象的，我是在给我们家小姑子找对象呢。你说什么？我，哎呀。我说56号售票员同志，你耍我呢是不是？干什么呢你？给我坐下。广电人民教师那都是真诚的，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！我找的是你，又不是找别人。行啊，你不是找我吗？要跟我谈谈是吧？谈吧。我肚子里有了。我带着孩子过来，你不用费劲儿当爹了啊！你赚大了，来，亲我一下，来呀，亲我一下吧。不是你带着孩子来跟我约会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？你这是真是的，我不能。哎，你别跑啊！你怎么回来？我没有骗你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看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是在替我们家小姑子找对象的。你看呢？不信你看，真正的织女在这儿呢。我没骗你呀，你看哪儿的看呢？你别耍我了，我
我求求你别耍我了，我是老实人，我真的。我没有骗你，老实人，你拿着看看，自己好好看看。东村养猪鹅，西村种大棚。再说咱的同门沟哪个滴滴答？他真是你小姑子？是啊，是我小姑子。好看，好看。我没骗你吧？啊，你好好看看，真正的美人。那可是，他为什么自己不来呢？难道他有残疾啊？我不找残疾，不找残疾的，他就是仙女，我也不找残疾仙女。哎，什么呀？我小姑子是八大毕业的高材生，那是名编剧。你知道什么叫编剧吗？你？知道，不就是写剧本让演员演的吗？对呀，我小姑子为了写出让贫下中农欢迎的好作品，现在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贫下中农欢迎他的不得了，你知道给他送鸡呀，一人送了多少只？几只？18只。那你说我配得上他吗？这就要看你的了。占便宜了！你才占这大便宜！怎么回事啊？能有什么什么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等等，都成这样了，还没事儿啊？有流氓调戏女孩，我打抱不平，拳打脚踢，败露杀出。我打完流氓，我光荣负伤。对，妈，汉仙见义勇为，见义勇为就是应该的。汉仙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吧，我没骗你，我骗你老人家干什么？是吧？是不是啊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叶家认你做媳妇儿，不是让你去做第三者的。要做第三者，给我滚出这个家门！以为我没听见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啊！是因为我，哎呀，这事儿也不怨你，是嫂子气糊涂了。
糊涂了。够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叶子的事儿不要你们管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你找谁啊？请问叶子在吗？找他干什么？我是他同学。哪儿的同学啊？八大的同学。啊，那进去吧。中午啊，他正在宿舍休息呢。他宿舍在里边，左拐第五间就是。进去吧。哎，谢谢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你。骗子。骗子上面还有骗子？那就是一窝骗子。叶子，你让我进去行吗？走，你走啊！走，你让我进去。我爱你，我真的特别特别想你。你想杀了我是吗？叶子，我是个骗子，你打我吧。你给我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？好啊，你说。我在心里说得很明白，你都说明白了还说什么？走吧。不是这样的，是编部长的女儿看上了我，所以你就做了部长的乘龙快婿。好一个陈世美。不是，意思是我爸我妈，是我爸我妈怕得罪他，怕我分配的时候被分到大西北，所以就把我贬到这来了。不是我，是他们，是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捣的鬼。我不做他们的儿子了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反抗，坚持到底，我们就会胜利的，好吗，叶子？一起反抗。当初是你跟我说的，你被分配到甘肃去了吧？你怎么还在巴州？骗子生骗子，你有千仇万冤，应该念万恨。好，千仇万恨，千仇万恨，让一切都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让我们好好继续，好吗？继续我们的噩梦，不是生活，美满的生活。对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正确了，我们还可以柳暗花明。